老板，你切的这什么？羊蛋。羊蛋。这多少个？这是八个蛋。八个蛋，四只羊蛋。八个蛋，四个丁肉。哦，多少钱这些？这是120的。120。来来，给炒了，给炒了。天冷吃好啊，吃了暖和。特别好啊！哎呀，来这小感觉。这不少。哦，1600克，3斤多。拿蛋得先给焯个水。焯水，抹一下。啊，去去骚味儿，羊骚味。哎，这个才是关键，会吃的都得给焯个水，焯水焯透，漂亮，好，把里边的血沫全部给焯没，好，然后现在露出来，哦哟，完美啊！一定要讲究干净卫生，大家别看在大集上环境，不是多么的理想，但是就是这个干净卫生比很多藏在后面的厨房啊，你们看不见的，其实更干净，更放心。二哥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对。放着玩就要干净，就是要干净哈。哎，我发三遍锅了。好，第二遍锅，完美。做汤做汤，还得再来一遍。哎，第三遍是用这个水。我的公式是三遍锅。哎，再换什么菜？啊，第三遍就到这个汤里边就行了。嗯，一天要卖100来个羊蛋。这个时候羊蛋下入锅中，漂亮，爆炒一下。啊，这边是羊汤，免费加汤。好嘞，两只手不停的在里边这样翻炒。关键是表情很到位，油少了，再来上一点油。羊蛋本身里面没有太多油脂，应该是。啊，先炒透。加干辣椒。啊，加干辣椒。干辣椒。啊，一把干辣椒啊，多有感觉。5月这一份120块钱，我们就说吧，3斤多的羊蛋，什么样的客户比较喜欢吃这个？客户是小青年吃的多。啊，小青年吃的多。哦，要不停的加油！哎呦！特别的带劲啊！好，再加上一遍油，一共加了18遍油，多一遍少一遍都不行，就一定要加油把它煸透，是不是？哎，煸透，煸透煸香。这个时候加上一点小米筋，来上一点盐巴，好嘞，接着煸好，加上一点维达美，哇啊！老板，这个都是新鲜羊蛋还是这个崭新的羊蛋？必须崭新的，都是现摘的，崭新羊蛋好吃。哦，这小感觉。羊蛋我不炒，这就出锅，120块。这个菜有可能吃会不太适宜展示，我们就拍到这儿就 OK 了。好，上桌，漂亮，120块钱。